哇！你们两个敢吃，你们两个敢吃。要留着真吃的啦，你给他的，不卖的啦，都叫新人回来，都叫新人老板家的再来，来不起来，大哥家就亲，老板了，不起来，男人就是要变变叫。有啊，最后一份要留，要中午自己吃的，真的。哎，你看一下。哎，刚刚讲要看几嘞？你讲过八几？你讲过八几啦？无啊，阿妹妹，阿妹是心，阿哥娘动。哎，啊，还是要唱歌啊？还是要创啊？你动声我就是无。嘛无先。无啊，哎，你看我们鲑鱼头、鱿鱼尾。过几只鲑鱼？够鲑鱼。你像拄到这就别怀疑，这五百单出来。收慢啊！收慢啊！收慢啊！厉害，这只单出来，我都无话通讲。别再怀疑，伊讲你就。我讲的话你免怀疑，你怀疑就无啊。你烦恼你无钱，我钱你在吃啊！你无反正钱你在吃，你烦恼这。邱警察，你从鳄鱼家回来哦 ，OK。我会黄鱼哦。我，你不要，再医生还有什么？进位，啊，医生那张，医生你的东西都留完了，医生你的东西都留完了哈，然后你的东西没有留到的就，肉鱼没有留到，肉鱼没有留到，其他都留了哈。你的小卷牛肉海瓜子，鹅啊阿油，白带白虾跟澎湖抽都拿到，都好了。一千了对，后礼拜二十月二十，会知影九点开始。欢迎各位乡亲、各位顾客。对，后礼拜二会知影九点，那是什么事？会知来咱第五区啊，智利街一号家排队来兑换。麻烦来兑换的时阵，会当先准备好200块的现金，会使换两张计算。那这个会讲十分钟，这个会讲十分钟。
叮当叮当，叫咱的龙鬼。哎。管理直播室，管理直播室。哦。咱第五期啊，十月份的布吊券活动。好，好，好。会伫个后礼拜二，甲后礼拜三来开始发放。男的不要啰嗦，就这样子。做啰嗦。发完为止。所以欢迎各位乡亲，伫个后礼拜二，甲后礼拜三。没有栽配啊，没有栽配。赶紧叫，刚报告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活，你赶紧，你看财务小，我财务，我走，好，终于讲完了。鳕鱼卖完了。对啦，这抓盐冻，这盐冻来，盐冻，盐冻上抓，盐冻上吃啦，抓不吃要吃那个盐冻来。冻来。好。你酒可以先开下去哦。盐冻啦，盐冻你看卖来，抓一碗包，包一斤的包，这盐冻基本卖几多钱啊？现在，拢卖几钱？现在拢现在十八了。五百了，现在五百了，盐冻来，五百了。我想要你的包了。还有什么？那个医生的。
应该。你直接整箱拿上来啦，那个同一个人的，同一个人的。一直很等你的。你把它弄整箱，你把它弄整箱。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，你不是不是是贵的嘛？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，欢迎直播，欢迎直播。那个你把它弄整下啊，那是老客人，那等一下等你们收了以后，那车子会开过来。那位夫妻不是，有一个夫妻穿西装的啦，你知道谁哈？对哦，阿姨怎么呀？医生，那个你的东西拿。放在旁边的哈，都帮你留好了。你要鲑鱼吗，医生？医生你要吗？整只鲑鱼给你一千，等一下帮你擦。没有了，自己擦了。哈哈哈！没有擦。那这只鲑鱼一千，你要吗？你没办法杀啦，他没办法杀，你没办法杀，我知道。以前不可能不一样。也是老客人到屋。你来这边请你，请你好，你来这里看病啦，你莫讲啊，请你来呀，请你好来呀。哈哈，医生没有 ，OK 啦，没关系。10:10差不多。阿布就喷得出水，我没有啊。OK。OK。今天大概剩这样子哈，剩这样子。今天剩这样子。今天 OK 啦。第五市长现在不错啦 ，OK 啦。没信心啦，你咧，你钱他拢要收啊哦，你钱他拢要收啊，伊阁没信心啦。你这样你就知道什么路了哈、哦。反正到太远了吧。北屯下来的话，我想想看。说那个北屯的话，你直接到五权，那个中清路过来比较好。哦，你是走汉西那边的对不对？对呀，走北屯。北屯路就走三民路过来啊，北屯路接三民路。北屯路走三民路啊，接三民路，然后到那个、这附近三民路外面那一条就三民路了。你北屯路可以接外面那一条，对，就是一直起，不要一直起，然后有北屯路一直起的话，会遇到那个三叉口，一个右边是五权路，左边是三民路，其实两边都可以。你先。
你家住哪里？北屯路。北屯路啊，这个是北屯路在哪一条？对啊。看一下北屯路，我看一下。看一下有没有北屯，有没有北屯？这个很亮，我那是没有。其实北屯路就一条，北屯路一直骑，一直骑，然后会接到三民路，三民路再一直骑骑骑骑骑，就是外面那一条，然后看到这个国小转进来就好。北屯路接三民路，然后看到这个国小，这是东校国小，它因为它是在东校国小的后门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你从北屯路一直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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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北屯路一定会遇到中油百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走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这样可以哦。哎，那个中油，你就中油前面那一条路，中油百货你知道吗？啊，中油，你就是北屯路，然后接到中油百货前面那条路一直骑，然后就会看到这个国小。啊，这个国小，你在这个国小的话，它两边，那你要国小的左边的路还是右边的路走进来？中油百货那边。啊！中油百货的前面，然后骑过来，然后你一定会遇到这个国小，他看到这个国小就右转就进来了。对，他那个啊，对，看到这个国小右转就进来了。你骑过头了，你要看到这个国小，看到这个国小右转就进来了。这个国小右转，你这个国小右转的话，应该会从那边进来。你是从那边骑过来的，他你那个国小的后面有一个警察局交通队，他你看到这个国小，如果你看到国小没有先转进来，你就会到另外一边，到那边再转进来也可以。他转进来以后就会到，你看你要，你就会到这一条路了。他因为在骑过头，都会跑到台湾大道。一直找个晚上，我买个大寿司的。对啊，所以下次你就知道怎么走了。立秀，你要鲑鱼签没有？他现在没不卖的啦。那鲑鱼他不卖了，那收起好了。你好的。对，没东西了。太晚到了。有吗？海瓜子太晚到了。那个立秀，你要的话赶快现在赶过来，看他有办法卖给你吗？因为他现在不留了，他现在在收了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好、啊。那我等下还要骑个车。对，你就是前面一个短路，左转哈，一审呢？一审。年薪六百五。OK。一审呢？你那出去以后左转，转中油百货那一条就回去了。左转啊。嗯，出去左转，然后左边那边就会遇到中油百货，他遇到中油百货，你应该就会骑，对不对？左转。啊，这边是左转，他中油百货到中油百货，你就会，你应该就会骑回去了。OK。对嘞。北屯啊，北屯路很近，我上岸家了。啊？我刚刚那个监理站那边。我知道，哦，监理站还好啊，蛮近的啊。监理站很近啊。我想说，能进来这边。监理站很近啊，监理站，监理站就在那个。金龙八路呀。就那个。监理站是哪边北路呀？那个在戏院那附近。哎呀，金龙北路该有什么条路口呀？在清新戏院那附近而已。大。对不对？在那个监理站那个。对，我知道，监理站离这里很近啊，真的。我知道了耶。OK， 这个很方便，那边过来大概十五分吧。啊，15分钟。嗯，那边很近。乌日礼拜天对。等一下，我跟他绕一小时。你不知道路啦。哇，那个黑鲑鱼一千几百不？够。有一个这么搞，这附近俩。来啊，来你来 ，OK， 立秀，你过来，给你，马上来。买好了，我放在车厢。立秀，你现在来，马上给你。立秀。有肉有啊。有买好了。立秀，你赶快来，那个鲑鱼1000块给你。东西市场那边现在好像卖那个什么。没有，那前面没有。20元店。哦，那个变成20元店就对了。立秀，那个鲑鱼给你哦，哎，赶快来拿，直接给你。好，那我要收播了哦，今天就这样子，准备休息了，倒数计时，
哦，今天就这样了。那立秀，你等下过来就直接拿鲑鱼就好了，哈。是。三。好，马上过来拿。啊，我跟他讲好了，鲑鱼给你。二。一。是哦。拜拜，收播哦，收播了，拜拜。立秀，赶快过来哦！立秀，他都还没收。